这是他的招牌，你看，满满的整个都是鸡排，你看超大鸡腿排，满满的布丁，这个的话是花生马吉，哇，哇你看，满满的福建花生呢。鸡腿肉超级嫩，而且汁超多，而且你注意看，它肉是有点呈现粉红色，有点粉红色的状态，它有淡淡的腌过，但是它没有抢掉它那个味道，加上它的这个吐司上面是烤这种焦焦的，因为它里面的那个美乃酱啊不会很腻，加上那个蛋超好吃的，好爽，好爽。来，我们点这一个，这个你看哦，这个是猪排，这边中间还有夹这个福源花生酱，这个是新竹超有名的福源花生酱。怎样怎样，炸鸡排好不好吃？从来没有试过这么清新脱俗的感觉。老实讲，它真的以这个价格来讲，真的超适合。这个我都真的是会买回去当宵夜来吃。好吃，你给我看一下里面，你看一下泡面，那花生酱很多哎。而且你看外面一直哦，车子都一直停在这边，就大家一直来外带。来帮我看一下，你看，你看到？吃啊，吃啊。哎，好吃哎！这边有奶酥哎，它里面是一层奶酥，然后再加这个整颗的布丁。哇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我们点了三个饮料，然后它这边的鲜奶都是用四方牧场的鲜奶做的，所以说它外带杯其实蛮漂亮的，外带杯蛮漂亮的。几年几班，姓名多少什么？那我们点了三个，一个是仙草哦，这边关西仙草的奶茶，然后一个是普通的鲜奶茶跟一个冬瓜鲜奶茶，那我就喜欢喝普通的。哦，哇，超满的。哦，好喝，这种鲜奶茶我喜欢。它甜度的大概是介于在微糖跟半糖中间，然后它的奶香味很足，远远有那种全脂鲜奶的味道，但是你又喝到它的奶茶香，超棒。这个等一下再外带一杯。好，那你喝喝看，你喝喝看关西鲜奶。怎样？关西仙草是不是很香啊？走，你是中风了，是不是？哈哈。仿佛置身关西，对不对？试试看这个，你看这个是薯饼，然后还有火腿蛋跟这个它的这个碳烤吐司，还有它特制美乃滋。试试看，这感觉就很古早味啊！哇。它的美乃滋搭配它的吐司真的很好吃，真的是松软哦，爽快，真的爽快。哎，这个可惜它没有开早餐，它是从下午卖到那个宵夜。它如果开早餐的话，我如果在我楼下楼下，我一定天天买。我一定天天买。
这个东西好，而且它很有古早味。你看它的旁边的那种装潢也是古早味。然后各位点这个是那个玉米浓汤热压吐司。哇！啊，修嘞！这个的话是花生瓦吉。哇！哇，你看，满满的福原花生哎，超爽的。各位，这一间完全通过我们的审查，这一间真的是很适合下午茶跟宵夜，价格便宜，东西真的是很古早味，好吃啊！我个人啊，我个人最推的，当然第一个就是鸡腿排的，炸鸡腿排的这三明治，然后再来的话，喜欢吃甜的，一定要吃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布丁奶奶。布丁奶奶，你注意看，它中间真的是夹了一层奶酥酥皮，然后中间就是整颗布丁去压制，超爽，这女生一定超爱。来，各位，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哦，你看它上面这个真的超屌的。饥饿庇护所，超胖。然后他这边敢大头佛靠背，带进去啊，带进去啊。哎，你注意看他这个弹珠是那个哎，自己拿尺去打的。哦，弹珠汽水一箱，等下直接跟老板打，有点可惨。好了，来，我们吃完了，你看每个人都在打包了，这家基本上来都没有地雷，你们一定来，我资讯放在影片底下，喜欢影片记得帮按赞订阅分享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们要回台北喽。